咱们这周的周课安排是，先把之前剩下来的 Q3 和 Type 最后一个 Type Equivalence， 就是上周我一讲东西讲完，然后剩下的时间把你们 Midterm 的那张卷子我再来讲一下，就是具体怎么去看题，然后哪些是就是说我 expect 你们应该要做得出来的题目 ，OK， 就是因为有一些的确我觉得它的难度有点高，我觉得有些分的确是不太好拿的，对，但是有一些比较 basic 的题目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拿分的 ，OK， 然后你们的 assignment 应该还没发出来对吧？我记得是4月5号底，所以应该还没有到发的时候，可能这周周中或者这周周末的时候他发，那么 assignment 但他发了就，发在群里或者发给我都 OK， 对吧？然后我们把最后一个 assignment 弄完了之后，你们就要开始 final review 了 ，final review 时间之后，小助手会在群里通知。你们看有 conflict 的地方都跟我说一下。我安排的时间呢，只有一个是在4月6号附近的，然后剩下来两个都是在，因为我们的考试要17号才考 ，OK， 所以我一般在那个之前一个礼拜跟你们复习。OK， 如果有什么 conflict 的话，在群里说一句就 OK。我们上周说了 two sample test， 就是说是 test 两个就是 sample 他们的一个 parameter 的 difference， 那我们讲过 proportion， 讲过 mean， 对吧？然后 mean 的话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的 population variance 相等，一种是我的 population variance 不相等，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上周讲到的题都是告诉了你，我说我的 population variance 是否相等。那么如果它没有告诉你，你要怎么判断？那么这周我们就讲说怎么判断它的 population variance 是否相等。那么这个是否相等不是说真正意义上完完全全相等，它只是说我大概率有相等，或者说我有多少多少的 confidence 说是相等的 ，OK 吧？所以这个又是一个 test。又是一个 sample test， 那么这个 two sample test test 就是说 equivariance 呢要介绍到的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又是一样的 test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distribution， 因为我们要算 p value， 如果能用 p value method 去做的话，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或者说固定的一个 distribution 的。那么这里的 distribution 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f distribution 呢是两个 chi-square， 注意这边是 chi-square， x1 和 x2， 比如说它是两个 chi-square 的 random variable。 那么 chi-square 呢它是有 degree of freedom 的，对不对？还记得吗？ chi-square degree of freedom， chi-square 其实本质上是 gamma， 它是chi-square n 其实就是 gamma 二分之 n 二分之一，OK， 这个是 chi-square distribution， 然后有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那么两个 chi-square 的相除，注意是相除，比如说我这 x1 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 gamma1， x2 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 gamma2， OK， 那么 x1 除以 gamma1， gamma1 这里是个数字，相当于这是个 constant， 然后 gamma2 也是 constant， x1 除以 gamma1 比上 x2 除以 gamma2， 就是它们各自的 chi-square 除以它们的 degree of freedom，这个是 follow 一个 f distribution， 那么 f distribution 它自己也有 degree of freedom， 那么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不是一个数字，是两个数字，一个叫做 numerator， 就是分子上面的这个 degree of freedom， 一个叫 numerator， 一个叫做 denominator， 是分母上面的 degree of freedom， OK 吧？所以
所以你的这个 app distribution 它的表格，就是它的这个 app table， 一般来说是上面写好了说 numerator degree villain 几几几几几，然后比如说 denominator degree villain 几几几几几 ，OK， 好，然后你要对应两个都是integer 啊，两个都是整数，然后呢，你就去对应这儿找一个这儿找一个，然后对应到它的一个值，可能有一个 table 这么多，然后你在里面再去找啊，再去找你的这个statistic， 然后去找它的这个数值 probability， OK， 啊，所以这个是 f table， 就说它的这个表达方式比较特殊，有两个 degree freedom， 一个叫做 numerator， 一个叫做 denominator， 前面的是 numerator， 后面的是 denominator， OK 吧？然后前面那个是分子上面的 x 一的 chi square， 它的这个 degree freedom。分母denominator 呢是分母上面的 x2 这个 chi square 的 degree freedom。好，那么 f distribution 你知道它是两个 chi square 的相除，所以它有一些性质，它有一些性质。首先，它的图一般来说啊，我就随便画一张。它的图一般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样子。啊，然后呢？首先它的一个 property 是 strictly positive 啊，一定是大于零的，因为它的本质是 chi square， chi square 的本质是 gamma， 其实就是一定会大于零的，一定是大于零啊，所以 x 一定是大于零，或者说你这个 f 一定是大于零。好，然后第二个是说不是 symmetric， 也就是说跟 normal 或者说 t 它们是相对应的，不是 symmetric。好，然后第三点，哦，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看一下，这个很重要。如果把两个 degree freedom， 颠倒过来，啊，那么他们的这个值是分之一的这个关系，什么意思？就是说我 probability， 比如说。f gamma 一 gamma 二，比如说大于等于，哦，这样写吧，这个值应该在哪里？0.95，比如说，啊，可能在这儿，啊，但是它的。伽马二、伽马一、0.95，是它的相反，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它 degree of freedom 相反过来，其实就是它的本质不是 x 一除以伽马一，除以 x 二除以伽马二嘛，对不对？那么如果它 degree of freedom 相反，它相当于是 x 二除以伽马二除以 x 一除以伽马二 ，OK， 这个是一个 degree of freedom 相反 ，OK， 它是相除的关系，相当于你这个是 f 伽马一伽马二，哪个在分子上面，哪个的 degree freedom 在前面啊？所以如果伽马二在前面的话，其实相当于伽马二是在分子上面的 ，x 二在分子上，而 x 一在分母上，它们两个是个颠倒的关系 ，OK， 所以它们是个分之一的关系，这个0.95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的这个 左边的 probability 是0.95，所以不是很坐标。是很多的，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你的 quantile， 有点像比如说 z 0.95，这个是含坐标上面的数字，但是它的对应的就是说左边的面积是0.95，就这意思 ，OK 吗？就是说这个应该说这个应该写的更精确，这样子，然后这个是0.95，OK 吧？就这意思。好，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去记住的，它的关系是分之一的关系，因为它们是相除，啊，这个是我们的 f distribution， f distribution。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介绍 f distribution？ 因为它是两个 chi square 的相除。为什么要用 chi square？ 是因为我们的 variance 里面还记不记得，是说 n 减一乘以 s 方 ，s 是你的。这个 sample variance 啊，除以你的 population variance，
是 follow 一个 chi square 的，对吧？ degree of freedom 是它的 sample size 减一 n 减一，对啊，所以每一个相当于我每一个 s 方，你可以这样说，我的 s 方就是一个 chi square， 或者说我的 n 减一乘以 s 方除以 sigma 方是 follow chi square n， 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我们要 test 两个那个 variance 是否相等，我们用什么？首先我们用什么 estimate 它？我们用的是 sample variance 去 estimate 它，对不对？好，那么 sample variance 它 distribution 就是 chi square distribution。OK， 那要比较两个要结合到一起，那就是把它们消除，变成一个 f distribution。也就是说，那么除以它们的 degree of freedom。但是他们 degree of freedom 本来就是 n 减一，或者说 n 一减一，其实就是这样推的 ，n 一减一乘以 s 一方除以 sigma 一方除以 n 一减一，比上 n 二减一乘以 s 二方除以 sigma 二方除以 n 二减一。那么在这里，因为 n 一减一跟这个都消掉了，对不对？所以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相当于是 s 一方除以 sigma 一的平方。S 二方除以 sigma 二的平方是 follow 一个 f， 那么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分子上面的是 n 一减一，分母上面就是 n 二减一，对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 f distribution。哦，看一下，这个因为用到的是两个 chi square 的相除，啊，所以我们的 test 本质上说是找我们的 distribution 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只要有 distribution， 比如说我们的 population， p hat， 对吧？其实都是去找什么的 distribution， 不是找你的population variance 的 distribution， 是找你的 estimator 的 distribution。比如说 p hat， 比如说 x bar， 对不对？比如说，x bar 的两个 distribution normal 啊 ，t 也好，都是去找 x bar 自己的 distribution。在这里也是找的不是说 sigma 方的 distribution， 找的是 s 方的 distribution。哪些 distribution 是关于我的 sample variance s 方的 ？OK， 好，所以这里是用的 f test。好，那么在真正的题目里面，我们怎么去做？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看一道专门 test variance 的题目。那么做到 equal variance 的话，一共就两种题型，第一种。test 就是 variance， 就是我们这边的 example one， 它就是让你去 test 它的 equality versus inequality of population variances。哦，我就写个大概，我们先看一下题目。哦，这是第一种题型。这道题目。那么我们要 test 的是 equal 还是 inequal？ 那么相当于我们的 h 零，谢谢啊 ，h 零是，我就写，那叫什么？就是 sigma 方 a
等于西格玛方 n 吧，这样写。啊，这是两个 group。然后 H A 呢是西格玛方 a 不等于西格玛方 b， 对吧？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 distribution 是什么 ？distribution 是什么？它是，或者说我可以写我的 test statistic 是什么 distribution？ 首先肯定是 f。那么是什么东西 follow f？ 那么简写来说，其实就是它把这个记住，这个是它的 test statistic， 就是 s a 方除以 sigma 方 a 比上 s n 方除以 sigma 方 n， 对吧？它是 follow a 的这个简易，就是 a 的 sample size 简易。那么 a 的 sample size 是48，对吧？所以是 m 减一 ，n 减一，其实都是 f， 47、44，对吧？先把你的 distribution 写好，它的 test statistic。好，那么我们要的 p value， 我们现在要算 p value，p value 来再来写一遍，它是。相当于是，probability of， observe data given H 零 is true， 也就是说 ，under H 零 is true 的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算它的 probability， 对不对？就是说，在 S 零是 true 的情，在 H 零是 true 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算它的 probability。那么 under 这些 under H 零的话，重写一下我的 test statistic， 它相当于是 sigma 方两个 variance 是相等的，对不对 ？OK， 所以这两边的这个除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消掉了 ？OK 吗？就是它们本来是一个除。A 的 population variance， 第二个是除 n 的 population variance， 好，现在发现两个东西是一样的，相当于我除了跟没除一样的，对不对？两个都是消掉了，所以总的来说是 S A 方除以 S N 方 follow F M G N G， OK 吗？或者说我直接写数字上去 ，n 减一 ，n 减一，啥？4744。好，所以我们的 p value 应该是 probability。我说我是 f 47 44，这个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它是 follow 这个 distribution 的，然后我要 observe 到比这个更大的数据，或者说比它更 extreme 的情况。那么因为它是什么，它跟那个 gamma 是一样的，就是它是 strictly positive 的，没有两边，只有大于， OK 吗？ extreme 只有大于，没有两边。你讲 normal， 因为它是symmetric 的，两边都有，就是零的两边都有，正负两边都有，对吧？ extreme 要么比它更大，要么比负的更小。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 high square， 也就对 high square 或者说是 f， 它只有一边，什么是更 extreme 呀？就是只能是比它更大， OK 吧？只能是比它更大，这个叫做更 extreme， 离零更远，离零更远叫做更 extreme 啊。所以这里我们只要写大于就可以，就是说大于等于，我想想，更 extreme 的话，不，这样写应该也是两种情况，但不是说大于等于四的两倍，而是这样写，应该是大于等于，我看是 S A 方除以 S N 方，这边我们的数据是，21.5除以19.45，对吧？不是用方吗？除以
留给他，或者这里的两个 extreme 是，就是说这样是一个 probability， 然后这边这样写，那么它这个数据是什么呢？应该是它的分之一，它的分之一，因为我们刚说了，就是说其实这边如果是0.9零点零，它是要多少？零点一，对吧？这个东西要跟0.1比。比如说，我假设这边如果是0.05的话，你要左边也是0.05的话，它们两个的关系应该是 x 跟 x 分之一的关系，对吧？你说我这儿我补充一点，这边的 probability 应该是这样写，其实跟这个的道理是一样的。其实跟这个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如果我 f 二伽马一伽马二是，0.975的话，啊，其实就是 f 伽马二伽马一，0.025。OK， 就是说这两个，如果左边右边的面积要一样的话，它们是分之一的关系，它们不是负的关系，它们是分之一的关系。OK， 啊，所以这儿如果更 extreme 的话，是一个是大于等于它，另外一个是 all。probability 还是这个两个 degree freedom 小于等于19.45×21.5的平方，好，把它反过来，啊，这是两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这边是不等号，啊，不等号，啊，这个是我们的 F test， 就是说把这个 probability 跟你的什么东西比，就这样应该是加起来的关系，对吧？加起来的关系，啊，看它跟0.1比，去跟0.1比，或者还有一办法，如果你算不出它的 probability 是什么，应该是你可以去找，找什么呢？找第一个、第二种，不要算 p value， 去找 f 47、440.95，完了，就是说，去找这边，如果是要两边的面加起来是0.1的话，相当于是左右两边各0.05，对，左右两边各0.05，你去找这个 quantile， 然后去跟你的什么比，跟你的21.5×19.45的平方去比，哪个更大？这不是两边不是对称的吗？然后也一定是两边都是 p-value。对，就是，它是形状不对称，但是我们要求就是相当于这个东西是可以我们人为定义的嘛？我们只要两边加起来是0.1就可以，可以吗？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的目的是要两边加起来0.1，或者说中间是0.99，0.9，对，一边0.4，一边0.06。可以，但是你就不好算了，因为如果两边的面积是相等的，我们知道它的规律是 x 跟 x 分之一，但如果是0.06×0.04的话， OK， 那0.06这个值你知道了，那你还要再去找0.04的值， OK 吧，就是你不好跟它比了。那么因为我们这边知道了，我说一个是 x， 一个是 x 分之一，相当于我们只要找一个就可以，找一个把另外一个分之一就可以。你就像 normal 里面，我们也可以负0.97×0.025，我们可以0.98×0.02，但是它就不是正它就不是正负的关系了。我们就要找两个 value， 就不好弄。对，所以这里我们就去找，比如说找这个值，然后去找这个值找出来，跟你的什么比，跟你的这个21.5×19.45的平方这个值去比较 ，OK 吧？哪个更左边，哪个在右边，然后你再去判断我要不要 reject。因为我要的是什么？如果 p value 小于 alpha， 什么是 p value 小于 alpha 呢？相当于是，我这个21.5×19.45，它所占的面积，它一定会在，小于 alpha 的话 ，alpha 这个值 x alpha， 它一定会。在它的右边，对吧？因为你要让它的面积小于它 ，OK 吗？就是说，它应该是这样子的关系。这个也不是 x 相反，应该叫做
你就可以写出 F47,44,09,5, 一定要在它的右边，因为这样子的话我的面积，我跟你说我这个 value, 什么是 P value, 就是它这边的面积嘛，对不对？另外一边的话直接 double 嘛，面积，对吧？所以只要它这个面积比这个我得到的 alpha 的这个值的面积要小的话，是不是就是我的 P value 要小于 alpha 呀？对，所以相当于我这个 21.5 除以 16.45 的平方，我必须要在我用 alpha 去找到的这个 statistic 的右边，这样的话我的面积才能比它小，我的 P value 才会比它小，我才要 reject 它。而如果在左边的话，我就 do not reject 或者 fail to reject， OK 吧？所以这是得出两个结论的方式，一个是把 P value 找出来算出来，但其实 P value 算出来这个不常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 table 是固定的， OK 吧？就是有些值我算出来不准确，就是我算出来 table 上面没有这个值，我可能是零点，比如说94几几几几几。哦，我 table 上没这个值，但是可能，但是所以更常用的方法其实就是我刚说的第二种，我反过来我去找什么呢？我去找我这个 alpha 的这个 value，OK、okay、吧？就是它在等于哪一个值的时候，我 probability 正好要等于 alpha，OK，、okay？ 然后我在图上去找，去标，那我的面积现在在它的左边还是在它的右边？所以我的面积比它大还是比它小？比它小就是 reject， 比它大就是 fail to reject，OK，、okay？ 应该。P value 的面是那两个是面加起来，对对，就是说这两块加起来，左对，就是这两块加起来，左右两边加起来，这是它的 P value。OK， 那么如果你 alpha 找的值比它在中往靠中间靠的话，相当于我的 alpha 的面积，相当于我的 P value 这个面积肯定是小于0.01的呀，对不对？因为我红的我这两块相当于加起来才是0.01。那么我的 P value 如果在它的中间的话，在它两边的话，我加起来是不是就比0.01要小？ OK， 所以我的 P value 会小于0.01，我要 reject。OK。alpha 也是加两边的。对，都是加两边的。但是你要先把 alpha 除以2，也就是说我是两边加起来等于0.01，那么一边只有0.05。OK 吗？就是你去找这个数据的时候，你去找的其实不应该是0.1，应该是0.9。零点相当于0.95和0.05，0.05跟0.95，因为要两边0.05加起来正好等于0.1。OK， 明白。啊，这是两种找 F table 找 P value， 然后结论是 reject 或者 not reject。啊，结论我会不会去给你们写一下？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做法，看一下这个做法。前面其实都挺容易的。把它的这个 statement H0HA 给它写下来，完了之后你找它的 distribution， 写下来它的 distribution， 这个东西你在考试的时候应该已经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你要让它 test 什么东西是个什么 distribution， 应该直接就可以写出来。比如说这里我说我 test 的是 variance， OK， 所以它只有唯一的一个 distribution 就是 F。 好，然后在 under H0 的情况下面，因为我的 population variance 是相等的，所以我直接两个消掉，对吧？所以是两个 sample variance 的相除是一个 F distribution。 啊，最后你再把它去得出一个真正的数值出来，然后我要的是我这个 distribution 大于等于它或者小于等于它的 inverse， 对，分之一，小于等于它的分之一，这两块面积加起来我去跟 alpha 比较。那么我们又说到了跟 alpha 比较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直接把 probability 算出来，第二种是把 alpha 的这个 quantile 找出来，然后去跟我这个 21.5 除以 16.5 16.45 分的平方去比，哪个更靠近中间，哪个更靠近中间，那么也就是说是哪个两边的面积更大，对吧？哪个两边的面积更大，如果是 21.5 除以 16.45 的平方这个数据和它的 inverse 加的两边的这个面积更大的话，大于 0.1 的话，相当于我就 P value 大于 0.1， 对吧？我要 fail to reject。如果是比它更小的话，那就是 reject。OK， 好，所以这是第一种题型，就直接让你算我的 equal variance， 我直接让你 test 我的 equal variance。那么第二种题型呢，就是你们 quiz 中出现的题型，就是说我其实不是让你去，就是说我其实本质上来说是让你去 test 什么东西呢？ test 我的这个 mean， test 我的 mean。difference of mean， 但是还记不记得我们上节课说到，如果要 test mean 的话，我们要考虑两种情况，对不对？
一个是 population variance 相等，一个是 population variance 不相等。他们两个虽然都是 t distribution， 但是呢，他们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不同的， distribution 也是不同的，对不对？好，所以如果题目告诉了你，我说我 assume population variance 相等， assume population variance 不相等啊，那无所谓，我们这一步做的工作啊。但是大部分题型有可能什么呢？我没有告诉你我的 population variance 是不是一样的，或者说我告诉了你我的 population variance 就是我没有说任何的关系，所以你要自己去判断它是不是相等。那么判断是不是相等就要用到我们的 test variance 啊，所以 test variance 在这边只是中间的一步，只是中间的一步啊。最后我们肯定是还是去 test 我们的x bar 或者 test 我们的 mean， 但是中间我们要判断一下啊，所以我们把这道题看一下。啊，这个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有想到它这个 quiz 会直接考到你们星期二刚刚讲的那个，对，所以这是我的失误，因为我还那时候我还没有看你们这周讲了什么啊。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quiz 都只会考就是说当周前面的东西。服了，他考完之后在外面拉了个小桌子。对，我看到了，我看了发了，说直接拉小桌子在那讲解是不是？你们有去听吗？你们有人站在那儿听吗？我们不知道他在讲。它这里给了你两组数据，然后 n x bar n s 都告诉你了，然后它 determine 的是 if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它的 score， 也就是说它的 SAT score 的平均值，它是问你 OK， 就是它的 mean 的 difference， 它的 mean 的 difference 啊。但是 mean 的 difference 呢，我们说过我们有两种情况啊，一个是population variance 相等。和 population variance 不相等，对吧？啊，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不知道要 assume 什么，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去 test 我们这个 population variance 是否相等，是否相等。就说第一步是 check quality of population variance，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下的两个 hypothesis 是 H0 相等，对吧？ HA 不相等。就跟上面的过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么它的 test statistic 还是 S 一方除以 sigma 方 S L 方除以 sigma 方 L follow F。 那么因为它的两个 A 是一样的，看到了吧？就所以是14。然后 under H0的话，我的这个两个 population variance， 所以它们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简化成 sample variance 除以两个的 sample variance 相除 follow f 十四。好，那么我们要跟哪个比？其实就是我们的 p value 是比我们 observed 到的 data 更 extreme， 对不对？那么我们 observed 到的 data 是这个也要写一下，这个你最好考试的时候直接写一个数值出来，就是它，对吧？它算出来的值是，它两个的，它们两个 group reader 是一样的，所以 F 十四十四和 F 十四十四是一个 distribution， 相当于是一样的 distribution， 对，所以我相当于要找的就是 probability， 我的 F 十四十四大于等于 1.27， or probability F 十四十四。小于等于 1.27 分之一。但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说我的这个 degree freedom 是一样的， OK， 所以它小于等于 1.27 分之一其实是什么？因为我们这样写，我们先不写14 14，你会发现它们两个是有区别的。就是如果我们写的是N， 我就说 DL 吧，就是它的 degree freedom， 比如 DL， DE， 这也是 DLDE， 就是说 degree freedom 在前面，对不对？好，如果是小于等于 1.27 分之一的话，其实就是 probability FDEDL， 它不是分之一吗？对不对？相当于它的分之一小于等于 1.27 嘛，对。就是如果把它的 degree freedom 反过来的话，不是分之一的关系吗？OK， 好，那么又是 probability， 我们把，因为它们两个都在分之一的上面，所以我们把它的不等号给换过来，就是 probability， 也就是 f d m， d e d l 大于等于 1.27， 对吧？ OK， 就是先把它的 degree freedom 换过来。换成分之一，对吧？然后再把它们两个调换一下，不等号的方向。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你看到这两个 degree freedom 是一样的，就说它们是一个 distribution。我现在相当于是 probability f 十四十四大于等于 1.27 加上 probability f 还是十四十四大于等于 1.27。OK， 所以在这儿我们不用再算两遍了，我们直接乘二，就是说。是两倍的 probability f 十四十四大于等于1.27，这个值算出来是，这个值算出来应该要比20%还要大，就大于等于0.2，但是我们的阿尔法是。0.05 OK， 所以它一定比阿尔法大，明白吗？所以我们这边得出来的结论是 fail to reject H0。 什么是 fail to reject H0 呢？
非要吐水站 H0 其实就是说我没办法拒绝 H0， 就是我可以 assume H0 是 true 的 OK 吧，就是说我没有足够的，我没有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eject H0， 我没有足够的证据说他们两个的 population variance 是不同的啊，所以我在这里要 assume， 现在我得出来的结果是 conclusion 是 assume equal population variance。OK 吗？就是说它应该是我通过去 test 我的 population variance 得出的结论是 population variance 可以是近似相等的。OK， 好，所以这个呢还没写完，这只是第一步，我先去 test 它的 variance 等等。嗯？这是上面2.095。这个。它不是这道题应该要 hypothesis test 两次，对，两次都是零，两次都是零点零，两次都是零点零，它只给一个 hypothesis test 一个 level， 两个都是零点零。OK， 所以在这里我 test 了我的 variance 等不等 ？OK， 然后得出结论说 variance 可以等。OK， 所以在第二步开始做，我说我做，test equal equality。mean 的时候，你要的是哪个结论？你要的是，assume 两个的 variance 是相等的 ，OK 吗？啊，那么这个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说过了，它是 t distribution， 但是它的顶，还记不记得 degree of freedom 是那个 s， n 一加 n 二减二的那个，还记得吗？就是说是。x l bar 减 x 一 bar 减去 mu l 减 mu 除以我的 s p 乘以根号下，然后那个 SP 它的 variance 是等于，还记得吗？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式子，减一乘以 S 一方加上 N L 减一乘以 S 二方除 N 一加 N L， 啊，这个东西，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 ，OK， 它是个一样是 P 的。然后我们再去找它是 reject 还是不 reject。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因为它是 test 两个是不等吧，对吧？就不是，对，两个是不等啊，所以相当于是要一个 probability， 相当于我 t 这个 statistic 要大于等于我算出来的一串，也就是我要先把这个算出来，先把这个值算出来，然后你要大于等于它，或者小于等于负的它就可以。那么这个值。是首先是两个 mean 的相减，就是说534减346啊，然后下面这个呢你就往里面带进去就可以了，这边每个值你都是知道的，对吧？就是 sample size 对吧，然后 sample variance， 然后 mean 你都是知道的啊，把你往里面带进一个数字就可以算出来，这个数字应该等于5.66。那么这个数字是 under，因为是 under H0 的，所以这里的 mu L 和 mu E 相当于是0的， mu L 减 mu E 是 0， OK， 我可以先把这个数字算出来，然后大于等于它或小于等于它，我小于等于负的它，然后得出来的 probability 去跟你的
阿尔法去比，小于应该是小于5%的，对。然后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这边是 T28，因为每个是15，T28大于5.66，所以是 reject 之类。公式是吧？哪个公式？那个大公式，那个曲率 T。这个在上个周课的 package 里有，对，就是在最后有那个，我们当时是给了两种情况，对吧？一个是 variance 不相等，一个是 variance 相等，他们两个计算的方法不一样，嗯，然后我们就要往里面带，因为我们这儿是 assume 两个相等的，所以用的是相等的那个公式。啊，我来给你们总结一下，那么 two sample test。sample test， 怎么收一下那个周课？可以，我们等会儿中间下课。你们要现在是几点的课？我们是6到8的课。行，那我就在群里发链接，然后他们家贴一下就行。好。我们的 two sample test 一共就是有一个是proportion p。这个呢，一个是说 confidence interval， 一个是 hypothesis sample test。这里 follow 的是 normal， 对吧 ？follow 的是 normal。那么 normal 呢，注意它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性质，就是它的 mean 是两个 head 相减，不是 head， 两个 variance 的相减，就是我 p 1 head 减 p 2 head。follow 的是相减，然后，他们两个 variance 的相加，比如说，n 分之 p 加上 n 分之 p 2 分之 p 2， 这是两个 variance 相加，这是 proportion。那么注意，在做 confidence interval 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 variance 里面的 p 是要变成 p hat 的，记住。第二点是 mean 呢分为，我们应该要说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 sigma 方已知，两个 population sigma 方都知道。好，那么这个时候它其实是 follow normal 的，比如说 x1 减 x2， 我应该说用的 test statistic 是 normal， 我用的 test statistic 是 normal 的，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是follow normal μ1 减μ2，然后 variance 呢是 n1 分之 sigma1 方加 n2 分之 sigma2 方。看到吗？如果我的 variance population variance 是已知的情况下，好，那么如果 population variance 未知，然后第二种情况是 variance 未知，那么如果还是再分两种情况，怎么说呢？应该写题目告诉说 variance 方 equal 或者 non equal。如果题目告诉你了。直接告诉你，我说是这两个 population variance assume 他们是相等的 ，OK， 那么我们就直接，相等或者不相等两种情况 ，OK， 还是 x 两个 t distribution， 他们相等跟不相等的情况在上一节周课里面最后两种我都给你们写好了。是两个非常复杂的公式啊，所以我在这种名字就不写了。两个公式，它们是什么呢 ？S 不同 ，degree of freedom 也不同 ，OK 吧？就是我带公式里面的 S 不一样，然后这个 T distribution degree of freedom 也不一样，是两个公式。那么这是一种，第二种没告诉，未说明 sigma 方是否 equal。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变成两步了，第一步 test equivariance，
test equal variance 就是我的 F test， OK， F test， 两个 S 方的相除， OK， test 它们的 equal variance。 第二步，根据 A 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你是否 reject， 这个是否 reject 在这边是有实际意义的啊， reject 是0，说明我是 assume 它们两个不相等， OK 吧，我写一下吧， reject H0， 那么是 assume 两个不等，如果 fail to reject H0， 说明是 assume 相等， OK， 好，然后你再一样是 repeat 前面的情况，然后根据 A 的结论，我说我得出 assumption， 然后你再去 repeat 两个公式，还是根据那两个公式来 ，OK 吧？所以这里其实我只是多做了一步，我去 test 我到底 variance 是等还是不等的 ，OK？ 然后为了是得出我到底用的是哪个 t distribution，OK？ 然后呢，再 repeat 这两个公式，两个公式里面选一个。然后继续 test， 做我们最重要做的 test 是 mean 的 test， 而不是 variance 的 test， OK 吧？啊，所以这是我们整个 two sample 啊。那么也当然也有可能考到直接的，就是说 variance 的 test。那么这边我就不写了，还是一样 F test， 跟上面是一样的 ，OK。啊，所以大概率可能会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考啊，先让你 test 一下 variance， 然后让你 test 一下 mean， 让你 test 一下 mean。OK 吧，咱们先休息十分钟，你们把那个发在群里面的这个 evaluation 给写一下，然后我们休息完了，我们就把 midterm 给你们讲一下。推荐的 style 比较简单的课可以上了。304吧，304真的简单。我说就是那种做题就能拿四点的。对，就是304呀，就是我上314的时候这样的，平常从来不上课，考前上就 review， 然后刷，但刷 pass 的刷非常的轻，
就是到考前一定要疯狂刷 PassFit， 刷个前好几年的，然后考试的时候一顿安全期，就是他因为 对，就是他因为会让你写 cheat sheet， 你把所有公式都往 cheat sheet 上面写，完了之后相当于你就是在练题，就是你看到这个啊、哦，然后就写，看到这个就写，一顿安全期，真的安全期按非常快，然后就完了，对，就平常都不用去上课，你也不明白，你也不需要明白他到底在干啥，就反正就是考前一顿刷 PassFit。三零四是我上过最水的 stats 课，三零二一般，三零二应该是 summer 比较水，平常就不太水。常就要做二的作业啊，做什么的，然后没了。我觉得 stats 别的课就没有很水的。三零四就三零四。数学二十四花的精力还没有这么一半。对，二十四，你当时上的谁的课 ？Victor。Victor 是，别人做题就行了，根本不用听。对。Victor 就二十四分对着好。啊，对啊。但是上三四六好像就不太好过了，这三四六难吧，三四六没那么容易。你看二四八为什么这么难呢？不懂。不知道吧，我觉得哎真的是不懂，就他这么牛逼怎么不去教别的课？我也觉得。学生的 expectation 过高，过于的高。说 Karen 之前还教220 stat 220，也是把220教的给他们，教的跟什么似的，疯了，一个个都疯了，都不大好，忒惨了，神经病。去年换证是好的，就是因为大家举报开了，然后结果更糟，更傻逼，更生气了，他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举报他，而且去年还是开了回来救场，哦对，但是那个没有体现出来，因为据说，因为回来救场，然后就可以随便 CR， 对。所以并没有体现出他的魔鬼来。对，果然这一到正常特征就因为是 assignment 好像全送了分数，然后期中期末取高的，然后还能出分的时候再 CR。 什么叫期中期末取高？就是因为期中考的大家也都很差，所以说期中期末可以两个取高的，那就是低的那个可以被 cover 的。那是不是期中考了？期中考要考90分，期末都可以不去考了。差不多，好像是这样。现在教授都这样了，他们上次考，MIT 三四四也是。我就上三四四。对，三四。再改成85%。对。那他们的 midterm 是不算了吗？还是？不是，你要分高就还按照原来。
那分儿低的话就给你蛮高的。我擦，垃圾，合并，合并，还有那个什么 APM 836，据说也是取高的那一个，嗯，没杀掉，我没杀掉。哎，但是 midterm 分高的话，能不能直接 midterm 80%？不能。那你还得考清。哎。学校的一边找一找，应该有，应该有。咱们自己还是不会做题。对，主要他之前的时长都比较短，就 final 应该是一样的，但是 test 的话，他之前都只考，就是就这个的一半的时间，一个小时，或者说一个小时到15分钟这样子。只不过这次题量大了。那我们 midterm 考多久啊？ midterm 考了多久？两个钟头。清空了，你有点很牛逼，我觉得你看有点东西啊，你要重新上，没有用，没有用，我现在没法克隆。这个 run 没法控制，然后就是又来后面。你们现在作业多吗？这周是我的长草期。现在还有没事儿？嗯，因为它就跟 final 差不多吧，只是相当于就是midterm 一之前的，而之后的4月1号考。啊，我可能要废了。你能帮我看扣的？嗯。帮我看扣的。看什么扣的？148。148。你现在才148啊？你能帮我看看吗？啊，我应该早就忘了。找 Gary， 找 Gary， 找 Sharpy， 找群里。你为什么会148和248一起学？我想进个 CS Minor。嗯。哦。CS Minor 现在 cutoff 是多少？好像80吧，不或者没准就满 major 了。如果我要达到那分的话。80恐怕不行吧？去年就是80。80恐怕不行。Minor 啊，嗯，还有多少啊 ？Major 就很高。Major 是差不多90。对，他 minor 反正也高不了多少，81、82。他每年都涨个2-3个。我这 summer 没选上165，那我就得按照明年的分儿。对。你 summer 要上15吗？我想上15，但是
然后没选上。六比八减。我听他们说也是，我听他们说应该165跟数学246差不多。对，就基本上是他们俩平均分配吧。对，我怎么才能就是只能百科类？帮我拉那个一四八的分儿。就只要选上进去，就肯定进去。给你们建议，上236。不是，我觉得不是。236他们说特难。对，236很简单。二三六跟你根本没关系。上不了吧？你上不了吧？我好像上，我记得236好像它比较特殊，好像是没有。不是236，我好像是，我怎么记得我好像。我记得好像236是不需要你六五的那个。236，哦，CSE 吗？对。我记得好像我没满足是原理，就上完1480不上236吗？我觉得好像不是。好像它跟165是 exclusive 吗？老师，您有 CSE？ 它的分可以代替一个，要 CSE。我也是班长。啊，CSE。我很后悔。其实应该上个位置，因为这样可以 PEY。外面就是 PEY 不行，外面不行。为啥你们都想 PEY 啊？因为自己找不到啊，自己找工作不好找呀。我都没 PEY 啊，不过可能因为我大二。因为自己找工作太难找了。特别想 PEY 什么意思？学校帮你找工作？学校有平台，就是会，就不是说包肯定有，但是肯定你自己找好呀。所以我觉得 PEY 就 PEY， 但是 CS 太难搞了。那我想到我头发我就有气。如果有朋友开这种公司，能不能让他就是直接去他们然后挂 PEY 吗？可以。不行，就我这么。我这头发暂时没问题。我就是你看那孩子都白了，还没问题。啊，我又看不见，你跟我说后面有什么用？真的。是您直接投简历对吧？对，我觉得如果学校有平台的话，应该可以比自己找好的。那您这上面有申到 internship 吗？没有，我应该回国，大概月回国，不开心。但是 CS major 太难过了，那个课太多了，不想上，上了会死的。但我学了一个礼拜好像。拿 CS minor 跟 major 就差了1.5，也有点多，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一些必修课，我觉得有点难。OK， 我来看一下，这个是你们这次的 midterm， 这个。有同学说上来的第一题就懵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知道要写什么啊。那么他呢，他主要的意思你看见，他说上面都是废话，说你要 estimate 那 salary 怎么样好，然后他说你 randomly select 相当于是你看啊，他写的 due to timing， 然后你 only able to collect 48个 graduates，就说你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或者说 cost 关系，你只能找到48个，然后他让你 describe 你怎么用你这48个东西去 use 你一个 data to create 一个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median。好，也就是说，他什么意思？就是，他这个相当于去让你 describe 一个过程 ，describe， 你看他让你的是。Describe how to。那么你回顾一下，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哪一块是用来 describe 你的过程的？就是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那么这里，而且他又提醒你了，他说，因为 timing 啊之类的，你只能拿到这么多。也就是说，他是嫌什么？他是嫌你拿到的 sample 太少了，对吧？就是说你这个 sample 不够，这个 sample 不够。啊，所以这道题它其实考的前面一问它是两问嘛，第一问是让你 describe， 第二问是让你 explain 为什么不能用这个，就是说
正负 z 然后 sd 这个方法去找 confidence interval， 你就说这个方法首先被你排除掉了，对吧？就说我们正常算 confidence interval 方法它跟你已经排除掉了，你 cannot use 这个东西啊。所以另外一种呢可以用 describe 的，也就是说它怎么弄，就是 bootstrap， 对吧？所以它这道题是在考 bootstrap bootstrapping， 或者说啊，也就是我考前让你看到的那个过程啊， bootstrap 过程一二三四五六。我记得你们好像在 assignment 还是在 quiz 还是之前那次 quiz 的时候啊， describe 过怎么 bootstrapping， 对吧？就是说步骤。那么步骤呢，首先一个你首先你要做的就是 sample 再 sample resample， 也就是说你现在有四十八个，就是说我现在是 sample 是四十八，然后呢你第一步一定做的就是说 resample 或者说再 sample from data with replacement， 就是说我还是每次都就是说这是 bootstrap 第一步啊， sample 从你的 data 里面再 sample， 然后是 with， 注意是 with replacement。还记得你们算过那个东西，就是说一共有多少种可能的 possible sample， 就是四十八的四十八次方，还记得吗？就是几，n 的 n 次方，一共有多少种 sample？ 啊，这是你们，我记得是 quiz 吧？哎呦，还是应该是 quiz， 就是 quiz 的第二趴做过的。好，然后第二步，其实就是 bootstrap 的过程。其实就是 bootstrap 过程，然后说用你的这个 resample 的 data， 啊，你先在你的 data 里 sample 四十八个出来 ，sample 四十八个什么东西 ，salary。好，然后用你这四十八个 salaries compute 它的 median， compute 它的 median， 比如说是，M1 吧。好，然后再，我说我 repeat 很多次，第三步 ，repeat 一到二 ，large number of times，repeat 很多次，然后每次 ，with an i， 刚刚是 f i， 每一次都算出一个 m i。对吧？就你每一次都从四十八个 salary 里面挑四十八个出来 ，all with replacement， 然后找出它的 median， 然后再重复很多次。你这个 large number of time 呢，一定要大于一千，这个是你们 bootstrap 的那个标准，对吧 ？b 那个 b 大于一千，对吧？那个 b 一定要重复很多次，然后每一次都算一个 median 出来，然后最后再。叫什么？就是说我最后再找出我这个，根据我这个 m 一、m 二、m 三，一直到 m， 比如说 bits m b， 它们都是 median 的这个 head， 或者 head， 然后我再找到它的 confidence interval。那么这个应该是要可能是要用 i 呀、啊，或者用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可以用这个去找到它的 confidence interval。这个是 bootstrap 工程，相当于从这儿到这儿是回答了第一问。第二问问你为什么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正负 z， 然后 standard deviation， 为什么不能？你想想，我们用 confidence interval 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回忆一下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经常我们说到的重点讨论，甚至我们都不用往下做，我们只要找到它的什么 distribution， 对不对？ confidence interval 那五个 distribution 你们还记得吗？我在那个周课的 title 上面写的那个一面上面的 distribution， 包括我们后面遇到的 hypothesis test，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去找它的 distribution。 OK，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 F， 对吧？也是因为 S 方，因为我的 sample variance 有 distribution，X bar 也是因为它有 distribution， 有 normal 或者 T， 对吧？ P hat population proportion 它的 sample proportion 也是，它的 estimate 也是有 distribution 的。
啊，那么为什么不能用这个？就是因为 median 这个东西很特殊，我认为 median 没有一个 distribution， 或者没有固定 distribution。你不能找出我说我 am follow 一个什么什么 ，OK 吗？或者他这边直接说了为什么不能用 z 的话，你也可以说我 am 不会 follow normal 一个 distribution， 它没有一个固定 normal distribution， 就说它没有那个或者说没有那个 test statistic， OK 吗？所以它不能用这个方法去做，它不能用这个方法去做，它不能用自己 derive confidence 的方式，因为你不知道它的 distribution， 你不知道它的 distribution。啊，其实这就是它的问题，它就是 unknown distribution。你就围绕这个点说就可以，围绕这个点说就 OK。所以这道题呢，这道题，我觉得我 assume 你们前面如果 bootstrap 你们没有做出来的话，我觉得也 OK 啊，能想到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怎么说呢，这是个 describe 过程嘛，但是我。个人认为，你第二问为什么不能用这个 confidence interval， 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要能想出来的 ，OK？ 因为它是没有一个，它是 unknown distribution 的啊。然后不能用 z 二分之 alpha st 的话，也是因为它要 assume normal distribution 的 ，OK？ 啊，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第二 part， 是这道题的第二 part。好，我们往下看第二题。第二题呢，就是让你开始找 estimator 啊，等等等等。啊，看一下，这道题我个人认为应该问题不大吧。他说，它是 uniformly distributed over interval theta theta 一，对吧？好，然后 show that x bar 是一个 bias estimator for theta。那么我们知道。证明它是 biased unbiased， 我们都是先从 expectation 出发嘛，其实就是去找你的 expectation of x bar 等不等于 theta， 等不等，就是去找它嘛，对不对？证它是个 unbiased estimator， 说明它的 expectation of x bar 是不等于 theta 的。那么 expectation of x bar 就等于 expectation of x i， 对不对？就没问题吧？就是它每一个的 distribution， 每个的 expectation。好，那么每个 x i 是 follow uniform theta 到 theta 一加一的，啊，所以我的 expectation of x bar 就等于 expectation of x 就等于二分之 theta 加上 theta 加一 ，theta 加二分之一，啊，所以它不等于 theta， 或者说我们可以写它的 bias， 就是它的 bias。所以它是 unbiased， 对吧？所以这个第一题肯定问题不大。第二题 ，B 问他问你，找一个 function of x bar， 来，有同学在这道题上面扣分了，因为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很明显，这道题其实很明显，你的答案呼之欲出的，对不对？就是说我这个是x bar 减二分之一，对吧？这个是呼之欲出。但是具体怎么写，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写法要标准一些。function x bar， 它应该还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 所以你写的标准一些。它其实只有一分，但这一分也不好拿呀，因为你万一有一些错误，你一定要 let， 比如说找一个新的 random variable， 我叫 x 撇也好，叫 y 也好，要等于 function x bar， 比如说 x bar 减二分之一。然后你再去证，证它是个 unbiased， OK， expectation of y 要等于 expectation of x bar 减二分之一，等于 expectation of x bar 减去二分之一等于 theta， 然后它是个 unbiased。其实这道题很简单，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绝对不能在这里面出现什么，不能说我这个，我不能说我这个，比如说什么 theta 等于 x bar 减二分之一，这些是错的啊，因为。一个是 parameter， 一个是 estimator， 啊，完全是错的这个方法啊。所以这边如果让你写 function of x bar 的话，一定要标准一些，写的东西是 random variable， 你要写它是，你要用一个大写字母去表示它 ，OK， 或者你用什么 x bar 撇都行。C 问
我觉得这道题也是必须要拿到的分，它就是让你证你 B 问 X bar 减二分之一，它让你证它是 consistent。再说一遍，怎么证 consistent？ 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 expectation of X bar 减二分之一等于 theta， 第二件事情 variance of 这样子 limit n 趋向于无穷 variance of X bar 减二分之一等于零，就这两件事情。OK， 这两件事写完了就拿分了，你就直接说它 consistent 就 OK 了。OK， 所以第一问不用证了，你 B 问已经证出来了。哦，第二问 ，variance of x bar 减二分之一，它等于 limit n 趋向无穷，variance of x bar 加上四分之一，啊不是加上四分之一，不要紧，直接就是 variance of x bar， 对，因为constant variance 就是零嘛。OK， 好，然后 n 方分之一 variance of sum of xi， 对吧？啊，所以就是 n 方分之一乘以表面是乘以 n 乘以经典加一减四，好，好，不对，是十二。所以就是十二 n 分之一，然后 limit n 趋向于无穷，十二 n 分之一等于零。OK， 所以就结束了。啊，总的来说就这两件事情，就这两个，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得 consistent。所以这个分我觉得一定要拿的。OK， 这种小问题，unbiased 怎么证 unbiased， 怎么算 bias， 怎么证 consistent， 这个绝对要拿到的分，绝对要拿到的分。来，继续。第三题呢就来了，开始那个 test 对吧，啊，它是要 test 什么东西，这道题还是蛮复杂的，这道题还是蛮复杂的，但是也是有一些分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可以拿到的，可以拿到的。他说 The scientist that I ran them 1000 个 books， If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strongly that the true proportion of 怎么怎么怎么 is less than 2% 的话，我说我这个 inventory 是会被postponed 的。OK， 好，那么这里他说我 test 我找到的这个 p hat 是什么？我这边相当于是 p 嘛，对不对？我首先你找到它的这个 parameter， 它要 estimate parameter 就是 proportion， 就百分之多少 true proportion， 看到没有 true proportion， 啊，然后它找到的是十五，也就是说百分之零百分之一点五，也就是0.015，啊，所以这个是它的 sample， 这是它的 sample。或者说这是它 sample 得出来的数据，这是它的 estimate sample， 这是它的 estimator sample proportion，啊，所以第一个空格里面 sample statistic 写的就是 p hat 等于15除以1000等于0.015，这儿它要 include values 的，注意 include values。 好，然后它问你 sampling distribution， sampling distribution 其实就是问你我这个 sample follow 什么 distribution， 就是这样，所以就是 p hat， p hat 还能 follow 什么 distribution？ p hat 就是 follow normal， 对吧？然后 p 乘以一减 p 乘以 n。那么在 under actually 的情况下面，我看。OK， 所以他说的是，如果小于2%的话，它就要被 postpone， 对吧？好，所以其实就是 H 零等于 P 等于0.02 ，H A P 等于 P 小于0.02 ，P 小于0.02，因为我他虽然说的是小于是否小于，但是我们的 H 零必须是等于。我们的 H 零还记得吗？必须是等于，所以它其实就是在测是不是小于，是不是小于。OK， 所以
我们就把 A 设成小雨就可以，也就是说有一方一定得是小雨，而另外一方无所谓，所以我就是 H 零跟 P 等于零点零二 ，H A 呢就是 P 小于零点零二 ，OK， 所以这个 sample distribution 是 under H 零的情况下面 ，OK， 我这里的 P 就是零点零二啊，所以它如果让你 include value 的话，你就写 P have follow normal 零点零二，零点零二乘以零点九八除以一千，除以一千。OK， 好，然后第三个 test statistic， 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算出来的数据，就是说我这个，p 还减 p 零除以 n 号下 p 零乘以减 p 零除以 n， 这东西是什么？其实就是你 probability 这个 z 大于的那个数字，或者说小于的那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你的我所谓的 test statistic。对吧？还记得我在你们的这个，我记得我在 slides 上面有写过，我在你们 package 上面有写过，什么是 test statistic， 就是我那一排，对吧？有 p hat 减 p 零除以根号 p 零一减 p 零除以 n 的，对吧？然后还有什么来着？还有哪些这些 test statistic 来着？有那个 x bar 减 mu 零除以根号下，sigma 除以 n， 对吧？然后有 x bar 减 mu 零除以根号下 s 除以 n。这些都叫这个 test statistic， 就是我这个 t 或者我 z 后面 follow 的数字啊，然后它要让你把 value 也包括进去啊，所以你就写 0.015 减 0.02 除以根号下 0.02 乘以什么 0.98 除以17， OK 吗？就是这个数字。他让你 describe type 1 to type 2 error would mean in this context， 这句话很重要。咱们的 type 1 type 2 error 的 definition 其实你们记得很牢了，对吧？ type 1其实是type 1 error 指的是叫什么 H0 reject H0 when H0 is true，对吧？然后 type 2 error 是 fail to reject H0 when H0 is false， 或者说 H0 is not true。 那么问题是你现在要跟你这个题目里面的实际内容给它对应上去，它不叫 reject H0， 什么是 reject H0 啊？ H0 指的就是什么情况下，你看 the 它说是 inventory 是不是会被postponed， inventory 是不是会被 postponed？ 我看是这意思吧。三七四零零零零七，你看这个 inventory 是 postponed。OK， 啊，所以在 H 零去 reject 了 H 零，所以我如果 reject H 零得出来的情况下是 type one 写的。如果我 reject H 零，我的 conclusion 是 inventory okay， 它是首先 H 我看是小于零点零二的话，我是说 inventory be postponed， 对吧？好，那么我们再来看 p 小于零点零二的话是哪个？是 H A， OK， 所以 H 零是 inventory not postponed， 看吗？然后 H A 是 inventory be postponed， OK， 好，所以如果是
reject H0 when H0 is true， 所以 reject H0 相当于是 HA 的那个立场， HA 的立场是要 inventory be postponed， 所以是 inventory be postponed when H0 是 true 的，或者 it is， 或者你可以就是说这个就你看你自己发挥了，其实只要跟你这个题目相切了就可以了，就是说在 inventory 不需要被 postponed 的时候把它 postponed 了，可以这样说吗？ OK， 在 when 它是 need not be 怎么样 OK 吧，就是说在 inventory 不需要被 postponed 的时候把它给 postponed 了。那么 type 2呢，就是说 conclude that 是inventory 不需要被 postponed， 但它真的需要被 postponed， 就是这句话比较绕，但是你只要把 H0 跟 HA 的立场给它说出来就可以了，明白吧？但一定要跟题目相契合才行，一定要提到这些关键词啊，怎么把它做了，或者你可以把 proposition 写进去，或者你可以把 proposition 写进去，你可以说当你比如说我说我Type 1 error， 我就是会说当我这个 proportion 大于 0.02 的时候我把 inventory postponed 了， OK 吗？你也可以这样说，比如说 given 你这个 proportion 是大于 2% 的时候 conclude that inventory be postponed， OK， 但是你至少一定要把这些什么 proportion 把这个 inventory 把它的结果是需要还是不需要，是 postponed 还是没 postponed， 这个你都可以跟他说清楚。好，CD 这样问呢，我觉得难度还是蛮大的。这样问我不 expect 你们能写出来 ，OK？ 因为我当时乍一看这道题，我也觉得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不知道他算什么 ，OK？ 那么其实这两道题，我觉得难度还是蛮高的。这道题呢，算的跟 power 有关，跟 power 有关，就是说，给你一个 true proportion， 给你一个又一个 p， 给你一个新的 p， 然后问你 probability is that 怎么？在这个 p 的情况下面，在 p 等于这个值的情况下面 ，inventory， taken 的这个概率，那么这个其实是跟咱们的这个 power 有关。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讲过的 power？ 应该就在考研讲过的 power， 就是说，先算，还记得什么 probability， 说你这个。就是说我先算我这个p hat 大于某一个值 given p 一开始是等于 0.02， 然后这个值呢是等于0.05， 然后把这个 c 算出来，然后再算 probability p hat 大于 c given p 等于新的这个值是 0.01， 这个就是你的 power， 还记不记得是过程，就是我当时是这么写的，我当时是这样写的，还记得吗？就是先根据我的 type 1 error 等于 0.05， 就是 alpha 等于 0.05，算出我什么时候要 reject H0， OK， 就是说我算的是什么reject H0 given H0 is true 的概率，不是 type 1 error alpha 吗？不对，所以我第一步算出来的是什么时候 reject， 什么时候 reject H0， 或者可以说 C 等于几， OK， 我在 p hat 大于哪个值的时候我要 reject 它，然后呢我的 power 是什么呢，我的 power 是 reject H0 given P 等于 0.01， OK， 那么相当于我这个时候我把 C 算出来了，我就直接算出一个 probability 了， OK 吗？啊，所以这道题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实在是没有想到它就是它出的方式不太好，它出的方式不太直接，就是非要说就是说if true proportion 怎么怎么怎么低，然后呢，所以这道题还是
我不期待你们能写得出来，我不期待你们写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吧，还是看一下怎么算。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道题你们可能会有点困难的，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英文不太好的话，可能对这个题目的理解会有点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 respond 啊，什么时候 naturally need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所以它的表达方式可能比较多，所以读题还是就蛮重要的。写一下。首先呢，就是根据，因为他的，你看一下，这边有一个问题，这边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的是 inventory。Unnecessary， 什么叫 inventory unnecessary 啊？所以是 inventory be postponed， 是 inventory be postponed， 所以它是，我看啊，它是 reject，OK， 所以它是 probability。P 和小雨等于，OK， 所以他是要在。你看，它是要 inventory be postponed， 然后它上面写了是要 less than 20% 是吧 ？be postponed， 所以它是 less than， 它是小于的时候要得出这个结论。OK， 所以我们这边是 probability 小于等于，我们应该这样写，小于等于 c 的概率是 0.05， 也就是说我这儿是小于等于某个值的时候，我才 reject 它，我 reject 它。OK， 所以它又是。如果要写大于 c 的话，它应该它的 probability 是，0.95 ，OK， 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值开始可以写了嘛，因为它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所以是 z 减，或者说是 z 大于等于 z 小于等于 c 减0.02除以根号0.02乘0.98除以1000。这个 probability 要等于0.05 ，OK，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 c 算出来，就是负的0.65乘以根号0.02乘以0.05，然后乘以0.98除以1000，然后再加上0.02，这是 c， 然后我们再放到右边，我们现在要的是。probability is that unnecessary taken 啊，所以它是大于在 given p 等于0.01的情况下面，我要大于这个零点，这个 c 算出来应该是就是0.0127，大于0.0127。好，那么直接用它，就是说 probability z。大于0.0127，注意我这儿的 p 零下变成0.01，所以是减0.01，然后除以根号下0.01乘以0.99除以1000，这个是它的 probability。OK， 好，那么
下面那道题也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如果他只是把这个 true proportion 变成0.055，然后呢，他要说的是 will be postponed， 也就是说我现在是 probability p 还小于等于0.027 even p 等于0.055。其实这个0.027呢，你上面算出来就可以了，就是你其实只要算一个数字，就是到底什么时候 reject， 到底什么时候不 reject。那么这边相当于是小于等于0.027的时候是要postponed， 大于0.027的时候是 not postponed， 然后再把这个值算上就可以。这是这两道题，我觉得这道题难度还蛮大的，就是算的是一个 power， 你要先算出 p hat 在大于哪个值的时候是要 reject 或者不要 reject， 那么这个是根据你的这个 alpha， 你的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我要先根据 probability reject h 零。Even h 零 is true 等于 alpha 的情况下面算出来什么时候 reject， 然后在第二题再是算 probability reject given p 等于一个新的值。这道题还蛮难的，你们可以回去再仔细的再算一遍。那道题的话，就算 C 问如果没有做出来的话 ，D 问怎么都做不对了。我觉得如果你 C 问做不出来，没有理解它什么意思的话 ，D 问你也不会理解的，因为他们其实本质上是同一道题，只不过一个是 reject given h p 等于几，一个是 not reject given p 等于几，所以这两道题说白了是一道题目，就是一个题型的题目。所以说这个分难的，我觉得这个分是这张卷子里面，比较难拿到的分。我觉得其他前面的都还好，前面都第一题有点难，第一题也稍微有一点对，但是第一题五分的话，你如果写了后面一问的话，我觉得拿个一两分问题不大，但是前面 bootstrap， 可能会有一点点肯定。我就写了 bootstrap， 他给了我一分。你是写了 bootstrap 这个单词吗？还是？就是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bootstrap 单词，他给了我一分，因为我提到了 bootstrap。对。因为你要具体的用 bootstrap 的那个过程写出来 ，OK， 好，然后我觉得这两问真的是比较，对，比较考验你的读题能力。真的，我也没读明白它，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也没读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后来才发现 ，OK， 最后我再讲一下第四、第五题，我看，第四题呢。第四题它就是让你算一个 likelihood log likelihood， 其实前面我觉得 a 问 derive 一定不能错，因为这个东西它虽然是 gamma， 但其实你这个 derive 只是把它们乘在一起，然后再调换一下顺序啊之类的就行了。你比如说我们就写它的 gamma 是 gamma alpha beta alpha， 这个你们的 cheat sheet 上面都有对吧， gamma distribution 对吧。好，然后x alpha 减一 e 的负 x 除以 beta 对吧，然后 x 大于零，这是 gamma distribution。 好，那么每一个 parameter 都是 alpha 跟 beta 的话，相当于我这个 f x i 乘在一起应该是所有都乘在一起 i 等于1到 n gamma alpha 乘以 beta alpha 乘之一x i alpha 减一 e 的负 x i 乘以 beta， 这个前面写个乘号，对啊，这一行肯定能写出来的，只是把你的这个 distribution 写在一起，然后前面乘加个乘号而已。OK， 好，然后下面你就把 constant 乘在一起，比如说 gamma alpha 这个东西里面没有 x， 所以它不需要有任何乘的符号 ，OK， 它相当于是 n 个 gamma alpha 相乘。所以这样其实把 constant 提出来 ，gamma alpha 的 n 次 ，beta 的 alpha 的 n 次，其实就是 alpha 乘以 n 乘之一，对不对？
这个没问题吧？就是我 n 个 constant 相乘，只是把它 n 次 power 而已。好，然后 xi 的 alpha 减一相乘，那么这里注意是，就要写是 i 对应到 n xi 的相乘，然后的 alpha 减一次 ，OK。然后呢 ，e 的负 xi 除以 beta 的相乘，就是它的指数的相加，所以这边是 sum of xi 除以 beta， 对吗？我都记不得我怎么写。啊？什么？我都记不得我怎么写。嗯。你们可以回去对照一下自己写的，这道我觉得到这儿一定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啊，到这儿我 expect 你们不能有任何问题，因为这边只是一个 derive， 就是把它乘起来，然后指数如果能加的就加在一起，对吧？如果底数能乘的就乘在一起 ，constant 能变成 power 的就 power 在一起。好，然后呢，这个是 likelihood function，likelihood function。完了之后你要写 log likelihood， 我上面写一个大 alpha beta， 小 alpha beta， 小 l alpha beta 是等于 log， 就是对上面的取 log， 对上面取 log 啊。那么，你看一下，我们一步步来写，我们一步步来写。首先把所有乘的都乘开，就是说变成乘的都变成加 log gamma alpha 的负 n 次加上 log beta 负 alpha 乘 n 次，为什么是负啊？因为它是分之一 ，OK， 它是两个分之一的相乘，相当于你的指数上面有个负号。好，然后呢，加上 log 相乘 i 的一到 n xi alpha 减一，然后再加上一个 log 你的负 sum of xi 除以 beta。OK， 写到这边应该也问题不大，应该问题不大。再然后把能拆开的都拆开，指数上面拿下来。你要第一项 log gamma alpha 的负 n 次，其实就是负 n 乘以 log gamma alpha。Okay， 然后第二项，log beta 的负 alpha 乘以 n 次，也就是把负 alpha n 也拿下来，负 alpha n log beta， 对吧？然后再后面，你看啊 ，log 里面的 xi 相乘，相当于是我先把 alpha 减一给拿下来，因为都是在指数上面，相当于是很多个 log 的相加 ，OK 吗？就是你把它写出来，就是 log x 一乘 x 二乘 x 三乘到 xn， OK， 所以就是 log x 一加上 log x 二加到 log xn， 对吧？所以就是直接 sum log xi， 对吧 ？i 对应到 n， 这是第三项。最后一项更简单了，你一个 log 一个 e， 直接把它给消掉了，对不对？就是减去 sum of xi 除以 beta。好，这个第一问就结束了呀，因为你这个就是一个 likelihood function， 一个 log likelihood function，所以不要看到 gamma 就害怕嘛。你这个其实就把它乘在一起，然后把指数的拿下来就可以了。OK， 所以这一问一定不能有任何问题，我觉得不能有任何问题。好，第二问来 partial derivative， 这个有些同学可能就不太会。partial derivative， 我没认出来单词什么意思啊？你们有没有学过 partial derivative？使用过二三五啊。呀，那你们应该会啊，我觉得。太久没弄了，忘了是单词啥意思。Partial derivative， OK， 我来，先算啊。Partial derivative， 其实就是把一个看成 constant， 对另外一个做 derivative， OK， 所以 log likelihood function 在这儿。beta 看成 constant， 你看啊，对 alpha 做 partial derivative 就是把 beta 看成 constant， 好，所以第一项有 alpha 对不对？有 alpha， 好，负 n 分之负 n 除以 log 因为 log gamma alpha 它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嵌套，它是一个那个东西，那个单词叫什么来着？叫就是。哎呀，我忘了，就是
说伽马阿尔法首先是伽马阿尔法分之一乘以负 n， 然后再乘以伽马阿尔法自己的 derivative， 这个 OK 吗？伽马阿尔法的 prime 啊，然后呢减去，你看一下这一项是 log beta， 它是个 constant， OK， 因为它是 partial derivative， 所以对阿尔法做 partial derivative 跟 beta 没有关系， beta 是 constant， 所以这一项直接就是 n 乘以 log beta， 这个可以理解吧？就是只有阿尔法是变量。好，然后下一项阿尔法减一，其实的 derivative 就是一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阿尔法前面的这个项数，就是 sum of I 等于一到 n log xi， 这个 OK 吗？OK， 好，最后一项直接就是零，因为它是个 constant。OK， 就 xi 也是 constant， beta 也是 constant。OK， 因为它是对 alpha 的 partial derivative。好，第二步是对 beta 做 partial derivative， 所有的 alpha 都是 constant。好，第一项直接没有了，因为没有 beta。第二项有 log beta，log beta derivative 是 beta 分之一，对不对？所以就是 beta 分之负的 alpha 乘以 n。第三项没有 beta， 对吧？第四项有，是负的 beta 分之 sum of xi 它的 derivative， 那么这个就是加上 beta 方分之 sum of xi， OK， 所以这是两个 partial derivative， 就把另外一方看成是 constant， 把另外一方看成是 constant， OK， 来，再下面 C 问。这一题呢，怎么说呢？这一题它要找的是什么的 MLE？ 它要找的是 mu 的 MLE。mu 呢又等于阿尔法乘贝塔，它说了，相当于是什么？我现在这个方式叫做这个样子，负 n log 伽马阿尔法，我再抄一遍，加上上面。好，然后他要的是mu， 你至少你要在这里面构造一个 mu 出来， OK， 就是你至少你这个方式应该没有 mu， 只有 alpha 和 beta， 对不对？但是我要的 mu 是什么东西？是 alpha 乘 beta， 所以我至少要把一个 alpha 或者一个 beta 把它换成 mu， 有什么？就是我做一个 substitution。你可以是什么？可以是阿尔法等于 mu 除以贝塔，也可以是贝塔等于 mu 除以阿尔法。好，来，问题是我们选哪个？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阿尔法等于 mu 除以贝塔，一个是把阿尔法换成有 mu 的，一个是把贝塔换成有 mu 的，那么换哪个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哪个才对，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是对 mu 做 derivative， 对不对？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是把我这个方式换成有 mu 的东西，把我这个方式里面带进去 mu， 然后对于 mu 做 derivative。 那么因为这里有 gamma alpha 这个 function 啊，如果我让这个 gamma alpha 里面带着 mu 了，我是不是就不太好做 derivative？ OK， 所以我不想要在这个 gamma alpha 里面出现 mu，所以我会把这个 pass 掉， OK 吗？就是说我不想出现这个东西，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要对里面的 mu 做 derivative 肯定有问题，所以我把它给 pass 掉。所以我用的是需要用到的是它
贝塔等于阿尔法除阿尔法分之缪啊，这样子的话来看一下，它就变成了阿尔法缪负 n， 所有的阿尔法不变还是阿尔法，把所有的贝塔换成缪除以阿尔法 ，OK 吧？减 sum of x i 除以贝塔就是乘以阿尔法除以缪，然后我再对缪做 partial derivative， 对吧？对缪做 partial derivative， 啊，所以说这里是 dy/dμ 做 partial derivative 一定是把其他做 constant 看成 constant， 阿尔法也是 constant，OK，所以这里第一项直接就没有了，零减去。n 阿尔法乘以阿尔法除以缪乘以阿尔法分之一，对吧？好，然后加上后面这一项也没有了，零再加上对方分之一阿尔法乘以 sum of x i， 这个要等于零。好，然后所以缪汉等于 x 八 ，OK。好，我也讲完了，差不多。啊，所以这道题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其实是做一个 substitution， 因为你这个式子里面没有 mu， 你就不能对它做，所以我一定要把一个 constant 把一个变成 mu， 那么把哪个是把 alpha 变成 mu 还是把 beta 变成 mu， 是 alpha 等于 mu 除以 beta 还是 beta 等于 mu 除以 alpha， 那么这里是因为我这个 gamma alpha 它不好处理，我不想出现这一项里出现 mu 这个东西， OK， 所以我不能把 alpha 换成 beta 变成 mu，不然的话，我做 derivative 肯定会出现 gamma 的 ，gamma alpha 这个方式的，啊，所以这是这道题。后面这个第五题是 box plot， box plot 应该问题不大 ，box plot 你们就回去看一下你们老师标准答案吧，因为这个我也不太好说，我觉得我看了一眼，有很多都是，分析啊什么的。然后给数据，我看一下 box plot 好像大家情况都还可以，都还可以。你们好好考虑，刚讲过，这个比较死。对，就这个东西比较死，就是说这么几点，对吧？这几点达到了分就可以拿到，所以我觉得这道题好像大家的拿分情况都还 OK。OK， 所以就主要是前面这几道题目，我一般里面有些分是一定要拿到的，就是这些 unbiased 啊 ，consistent， 然后这个。hypothesis test 呢，前面第一面上面的这几分我觉得要拿到的，然后第二面呢我就不 expect 了，这个有点难，然后第四题我觉得第四题真的我觉得不难，其实我觉得前两问至少前两问不难，前两问只是把它们乘在一起变换一下做个 partial derivative， 对吧？最后一问呢可能考验一下你们就是 substitution， 但是他也说过了，就是他也提醒过你 consider change of variable， for one of alpha or beta， 其实他已经提醒你了，就是把一个变成带谬的一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稍微想一想应该还是可以想得出来的。第五题 box plot 我看大家拿分还 OK， 所以这是midterm， 我觉得怎么说呢，他的确考的还蛮技巧的，有些东西不是刷题就有用的，你真的是要考试的时候去仔细的想一想它怎么写的，有点像我有些大一上的数学课，这并不是刷题就有用的。哎呀，太讨厌了！蛮，我觉得考特别的 flexible， 特别的有技巧。